长江是世界第几大河？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，亚洲第一长河，世界上仅次于非洲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，居世界第三位。在世界大河水流量排行中，长江也居于世界第三位，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刚果河。长江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东峰西南侧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。干流流经青海、西藏、四川、云南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上海11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于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，全长6300余公里。长江比黄河长800余公里，在世界长河中，长度仅次于非洲的尼罗河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，居世界第三位。但尼罗河流域跨非洲9国，亚马逊河流域跨南美洲7国，长江则为中国所独有。